像这样脆脆的肥牛，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吧？焯完水的肥牛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抓匀腌制20分钟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，把果肉挖出来泡一杯绿茶，柠檬加白糖倒出汁水，先是柠檬糖浆打底，然后是菠萝果肉、冰块以及绿茶。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薄薄的裹上一层油炸粉，油温升高了再下锅炸，炸到表面发硬发脆。给你们听听这个声音，不仅好吃还简单，跟薯片一样的，超级脆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